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每周都会为大家及时更新的365折扣好介绍，我是元帅。大家想知道这个星期都有哪些商店和商品正在打折吗？赶快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 Guess 优惠最后召集令， Guess 最后优惠包括 25% 的优惠，另外再加 on sales 货品额外半折，这种优惠可是非常的少见呢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 H&M Mid Seasons 大减价。 H&M 即日起开始了 Mid Seasons 大减价活动，部分指定货品更低至4折发售。你想捡货吗？就点击以下的网址吧。宜家宜居新品优惠， IKEA 家私最新产品及优惠推出，预知详情请点击以下的网址仔细阅读其附图，记住优惠及推广期截止到9月30号哦。 Sears Days 又来了，今年 Sears 的 Sears Day 从今日开始又开始举行了，不单有很多货品高达 50% 的优惠，而且还是 free 的 shipping 哦。不想出门逛街的你正好适合网上购物，网址就在下面哦。18块钱两人前 high tea， 打算入冬前到多伦多以西的 Lake Shore 走走，不如到 The Tea Room 来个两人前 high tea set 吧。 Living Social 现有限时优惠，只需18块钱就可购买到 The Harbor Tea for Two， 详情请查看以下网址。 Tim Hortons 烤牛排和芝士帕尼尼，Tim Hortons 新出了烤牛排和芝士帕尼尼，价格为5.29元，而不是我们早前听说的4.99哦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好吃就可以了吧。 The Lobster Trap 龙虾大餐，40年老字号 The Lobster Trap 专营各类生蚝海鲜美食，龙虾特别每日由 Nova Scotia 新鲜运送，确保食物质素，以供各方食客食用。现优惠价30块钱，原价可是70元呢、哦。